身乃少林寺方丈，法号梦仪。阿弥陀佛，我随风而来，随风而去，放我下来。阿弥陀佛。两年前的一个晚上，贫僧做了一场梦，在梦里留下的遗憾。阿弥陀佛。在那一场梦里，客凡施主请求贫僧将他的1000块钞票变多，贫僧失败了。阿弥陀佛。为了弥补这个遗憾，可否请客凡施主再次拿1000块钞票给贫僧？我说梦仪，上次失败还要再给我的1000块。贫僧这次当尽力而为。哦，注意掉，不要乱弄啊！哈，这礼拜就靠这1000块了，最后一张了。在那一场梦里，客凡施主将钞票签名。在那一场梦里，客凡施主将钞票对折，再对折，再对折，再对折。客凡施主真是才高八斗，请客凡施主回座。现在贫僧把客凡施主折好的签名钞票放进法力无边餐巾纸，再用法力无边打火机将它们加热。佛曰：热胀冷缩，钞票变多。贫僧又失败了。阿弥陀佛。无独有偶，两年前的那一场梦里，贫僧也梦到了鸡排妹施主，无奈留下了更大的遗憾。阿弥陀佛。在那一场梦里，这个是费玉清的轻音乐就对了，鸡排妹施主爱上了贫僧。鸡排妹施主送给贫僧一瓶饮料当作定情信物，然后鸡排妹施主将贫僧推到墙上，准备亲贫僧。就在此时，遗憾发生了，梦醒了。就在贫僧睁开眼睛之前，听见了鸡排妹施主最后的呼喊：选中饮料再续前缘。现在这里有3瓶饮料，沙士、绿茶、咖啡。鸡排妹施主请劳驾，请到这个位置。选中饮料再续前缘，我没有很想要你这一句承诺，还有这一瓶定情信物，贫僧带在身边2年了。那你继续吧。待会数到3，请鸡排妹施主拿起一瓶饮料高高举起，然后走到桌子的右方，才不会挡住你的镜头。阿弥陀佛。1、2、3，绿茶，选中饮料再续前缘。我不想。绿茶。贫僧等这一刻等了2年了。哎，快看他，你看他。请鸡排妹施主回座。贫僧为了这一刻可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。
拜托，请选绿茶。万一鸡排妹施主变心了，故意不选绿茶，他想选旁边的沙士跟咖啡，他也拿不起来。阿弥陀佛。平生发现全场的观众每一位都看得很开心，唯独有一位施主看起来非但不开心，而且心里面留下的遗憾，好像有人欠他钱一样。不然呢？客凡施主，其实两年前的那一场梦里，平生并不是将你的钞票变多，而是将你的签名钞票变尽。这一瓶全新没有开封的宝特瓶绿茶。哦，真的？哦，哇！帅凡，真的？帅凡，哇哦！怎么弄的？谢谢大家。